点放不下，情到深处丝丝牵挂，不知你是否能应答。一别多年你还好吗？时间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历历在目有的伤心，幸好还能遇见你，忘了结局，不到最后不放弃。两个人的故事结尾不一样的滋味，谁能左右对不对？两个人的开头很美，错过未必般配，也许是天生一对，也许是天生一对。你给我发一张房卡，就是为了让我好好睡一觉，那能不隆重吗？按照我的隆重，这儿怎么没有猛男跳舞啊？你挺能沉得住气啊，三天了，我一直等你给我一个解释。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我承认一开始我的目的没那么单纯，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，你好像不值得我那么主动吧。终于赶完了，饭都没来得及，那一会儿咱俩吃点去。两个人的故事结尾不一样的滋味，谁能左右觉得叶小白有点怪，刚打电话说什么婚礼的事儿，是不是背着我们搞闪婚了？那谁知道，说不定被秦总看上了，变成甲方了，关咱什么事儿？我是不会跟公司女同事谈恋爱的，虽然丰盛的规定我看不上，但是公司给我发这个薪水，让我足够尊重这份规定。所以我只给你发了一张房卡，让你冷静一下。你们继续，不用管我。那个女卫生间满了，我就过来借用一下。管先生。这就是我们店意大利知名设计师定制款，当然如果你选的是我们店的整套的婚礼服务，婚纱包含在内。那如果全套婚礼服务总共是多少钱？八万起。八万？虽然我们不敢说是全深圳最好的婚礼策划团队，但肯定是最专业的。嗯，你也知道很多策划团队都会跟你讲啊，我会根据客户的需求为您量身打造一个婚礼，但是能够细致做到我们这种程度的还真不多。
就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喜好、您的工作，为您邀请主婚人。喜欢明星的，我们就请明星。当然了，您是金融圈的，我们也可以为您邀请到金融界的知名人士，比如最近很火的周胜利先生。相信这场婚礼对您的事业也是有帮助的。周胜利，对，虽然说周总在业界呢，确实是有行为艺术寡头的称号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也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营销的手段而已。这俗话说，买卖不成赚吆喝，这吆喝他肯定是赚到了。您说这一年前谁知道胜利金服，但现在谁又不知道呢？是不是？一鹤啊，一鹤，不行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妈，这哪是结婚呢？这是他们在劫财。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小白呀，不能讲这个虚荣。回去，妈找他谈谈啊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小白呢？这婚庆公司是我选的，是我决定要来这家的。一生一次婚礼，我当然要给他最好的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啊，对不起啊，走，我们去商量商量啊。妈，来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妈，哎呀，我们把钱省下来干什么不好？买好吃的，好穿的。对了，再给你买那个，给你和小白两个买几件新衣服，不比这个实在呀？妈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这钱不能省。婚礼对女人来说是一辈子最重要的回忆，我必须给小白最好、最好、最美好的回忆。我知道呀，是啊，可是现在不用花这么多钱呢。当然有这个必要了，到时候我会请我的新老板，还有群里边最顶尖的大佬都会来参加。那难道我要请人家吃一个人头平均100的婚宴吗？这样不好吧？哎呀，你们现在年轻人，我真搞不懂。哎妈，妈，我接个电话。嗯，喂，王总。是啊，等你好几天电话呢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你忙，没事，没问题。我有个好消息。丰盛那边的协议我已经提前走完流程了，我随时可以去你那上班。一鹤呀，嗯，实话实说，我这两天一直在犹豫怎么给你打这个电话。事情呢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最近的市场情况呢对我们影响很大。之前承诺你那个岗位，我无法代表会友发给你。王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初是你一直在催我，所以我才提前垫付了钱给丰盛。现在你跟我说你不能给我 offer。 一鹤，哎呀，你别说什么那些英语我听不懂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没办法呀，谁也没想到这一次情况这么严重。或者，你再等等，等我们度过这次难关，好吧？王总，喂。哎呀，一鹤，你快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别让我着急行吗？王总，啊，是，刚刚没听见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好的，那到时候早点来。我们好好的喝，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再见。一鹤，哎，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到底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？你告诉我妈呀，你实话实说，别让我着急，行吗？王总，王总很客气，说是要给我随礼。真的吗？是啊。管先生，要不我们今天就签了吧。谢谢啊。好了，没问题。Nice talk to you. Thank you for interviewing me. And keep in touch then, okay? Okay, bye.
是，你那边有什么消息？是，我知道。美华的中国部最近请了两个 SVP 吗？了解，明白了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希望之后有机会合作。就这样。我把你吵醒了。没有，我起来上厕所的。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有些工作还要处理。你入职了？快了。是吗？嗯。不顺利啊！会友那边不能给我 offer， 最近的股市波动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一点。那我们之前赔那300万，再加上婚礼，咱们手里就没钱了。怎么会呢？那就算没有会友，那肯定会有别的金融公司的，一定会有让我们满意的结果的，啊！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你就老老实听话，安安心心养胎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吗？没事，渴不渴？倒杯水给你。要不我去老赵那儿做甲方，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一鹤，其实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情况，本来以你的能力跳槽去甲方，老赵那里不是唯一，更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知道，没有，我就随便这么一说，啊，你不要太认真，别放心上。我一会儿纽约开市了，我再打几个电话，很简单，一定会好起来，啊。嗯。你赶紧休息，赶紧睡觉，乖。嗯。你也是啊。市场流通性不足，企业都在闹钱荒，会不会影响信和对海外的收购呢？这次股市波动影响太大了，我得把给 Mary 准备的资料重新做个提示。改下资料啊！好，我现在帮你弄。哎，我跟你说 ，Mary 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再不出现的话，我总的说你还在厕所吧？你要是过不来的话，你直接去协和中国。多少页？12页。行，我找到了。叶小白带卫生间了吗？资料呢？他马上就回来，我先把资料打印出来。月月，你把第12页直接替换掉吧。
你跟 Mary 说一下那夜出了问题，我直接带替换液过去。哦，我现在还在地铁上，直接星河见吧。喂，玉远，玉远，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？高总，股票行情的下行，对我们在江苏的收购不会影响，这是我之前做的内部参考，您看一下第八页的部分，反而对我们江苏的收购更有利。是啊，高山组的报告结论和我们组的报告结论基本一致，同一个 team 做出来的两份报告基本相似。我对国内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，我认为还是可以扭转大的形势。但是我现在比较放心不下的倒是海外部分。哦，抱歉，路上堵车。这个您放心，海外部分没有问题。那我看今天就差不多了吧，谢谢你。这周末一起高尔夫，没问题啊。哦 ，Mary， 这是你要的文件，第十二页我已经修改过了。另外，海外那边我已经联系了会计师事务所和律所，重新进行评估。请大家替换一下 Mary 姐文档的第十二页。这次市场流通性不足，对企业现金流影响非常大，我们要慎重处理收购海外资产事宜。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还一直以为是歌舞升平，我这就放过去了。这么一看，真是有问题啊。哦，秦总，是这样的，昨晚 Mary 姐打电话给我，说担心星河在海外的资产，让我先进行资料收集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先不提了。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。不错不错，为甲方考虑得很周全。连心理压力都考虑到了，这是我们的工作习惯。月月，高山怎么会有你给 Mary 的资料呢？那都是网上能找到的资料，我能分析出来，高山肯定也可以啊。你就祈祷 Mary 不怀疑你吃里扒外吧。哎，我跟你说。Mary 的前夫在美国又再婚了，在家做全职太太，还说 Mary 工作太忙，要把孩子带美国去。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操那么多心，还不如先弄好自己的工作吧。你露这个肚子干嘛？跟个孕妇似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问。王月月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姐啊，痛经。哎呦，这个老的！喂，亲姐啊。我刚跟那个婚庆公司核对了一遍，没问题。嗯，行，你们订那个周末的机票过来，没事的，可以的。啊？哎呀，放心吧。啊？好，那我挂了。哎，你醒了？你看你又是手机又是那个电脑的，那是都是有辐射的。饿不饿啊？要饿了，妈给你热饭去。啊。小白呢？哎，早走了，他不让我叫醒你，说你昨天晚上忙了一晚上了，好多外国公司给你打电话让你去工作，这打电话都有时差嘛。哎，
我呀，最担心的就是那些国外公司，他不会让你去国外吧？你现在上有老，现在马上就有小的了，别说是去国外了，你就是换一个区妈都觉得够远的。再说了，那小白也不乐意让你去外国公司工作呀，他心疼你，希望你多休息几天。看这媳妇多好，是不是？要么说呢，我儿子啊，他就是有能耐。这么多的外国公司叫他去工作，来吃饭吧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哎，你换衣服干嘛去啊？我准备把婚戒定金交了。哎呀，不用，小白把合同都已经拿走了，他说他要自己去，是啊，选那个婚纱和桌布什么的。啊，吃饭吧。喂，啊，你好，我是哪位？关老师，冒昧的给您打电话，让您受惊了。周总怎么会有我电话呢？别叫我周总，叫我周胜利、周哥都行。最烦别人叫我什么总了。也是啊，什么总什么总，确实挺烦人的。所以叫老师啊，现在无论男女老少。那有能耐没能耐的，叫老师准没错。这大家这么有缘分，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考虑什么？到我公司上班啊。我那公司规模虽比不了大公司，但我们的分红高啊，按劳分配，那实打实的绩效。总的来说吧，就是你给公司赚的多，那分的就多。我以前也在大公司干过，拼死拼活玩命的干，那赚了钱都是公司的。这苍蝇啊，再小也是有肉的，要是一群苍蝇，哎，您别觉得我举的例子恶心啊，那也是能把人活活撑死的，信吗？你这个比喻确实挺特别，我看出来了，管老师还是动了心的。喂，哦，对，为什么不能退啊？哎，我定金也没有交，你们也没有给我服务过，我有契约精神，现在打电话通知你们一下。那你们还能，哦，给我强迫办个婚礼？哎，对，管先生的合约要求作废了。理由不是你们不好，是我们的问题，是我们找到了另外的婚庆公司。叶小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嗯，我有个朋友结婚，我给他帮忙。Mary 姐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今天的事谢谢你，你会得到你应有的奖励。Mary 姐，有件事我想请你批准一下。怎么，刚得奖励就立马想兑现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。什么事你说吧，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满足。嗯，就是我那个朋友结婚嘛，我想请一天年假去给他帮忙。可以，你去 HR 正常报年假，找我签字就行。谢谢 Mary 姐。哎，嗯，你还没有男朋友吧？有，有。是吗？嗯，都没听你说过。是做什么的？也是金融圈的？他在外企上班。不经常在国内。那你得多留意他了。男人跟工作一样，你不关心他们，他们就会是别人的了。所以你就编了一个非国际线的男朋友？这
长期异地恋也不能接你电话。哎，你说 Mary 如果问我要她照片，说想看长什么样，我怎么说？你就说她不爱拍照。你都快成我上班的动力了，这每天上班比看戏还精彩。哎，这几件短款好像适合做伴娘服，这条呗，这条好看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这个是你给我买吧？我日常肯定很少穿的，再说平时啊也穿不出去。这个是你送我，对吧？哦，送你送你。我把管一鹤订的婚庆退了，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。你疯了？你还有一个星期就结婚了，你把婚庆公司给炒了，为什么呀？太贵了。管银赫一直说要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，但不单单是为了我。就这么把婚结了，他肯定觉得没面子。但我们家现在的经济情况根本不是在意面子的时候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吗？总会有办法吧。管银赫在乎面子，那我就去做那些面子的事情呗。有时候觉得老天爷就是故意为难我们，才给我们设定了困难模式。市场低迷，行业寒冬，这种事情谁会提前在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预估到啊？被你说的我都要负能量爆棚了。走吧，带你去吃甜品，你不是最爱吃蛋糕吗？反正呢你婆婆也没有千里眼，我带你还有我未来小外甥吃块蛋糕，应该不算罪过吧？走，我觉得甜品一定能治愈。哎，礼服你不要了，你穿上一定好看。哎呀，我刚刚比划的时候你就没看。再说，下次也太贵了，回头上我淘一件一样的。儿子，你看妈妈跳这个动作好看吗？好看。妈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贾阿姨去跳舞去。你不是要陪小白去散步吗？哎呀，她还没回来呢，说是跟那个伴娘去选礼服。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。你说那个伴娘的那个礼服贵不贵呀？多少钱呀？你疯了？你真要买别人的婚礼啊？这酒店、月亮门，甚至请柬上，都不是你的名字呢。再便宜也不是你的婚礼啊！改就是了，不然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哎，你就这样打电话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那不然呢？回去跟管一鹤说，我把你的婚庆公司退了，结果还没有找到更省钱的办法，那他肯定会担心，我不想给他添麻烦。我倒是有一个更具针对性的办法。更具针对性的办法？我们可以上天涯、知乎、微博、豆瓣什么的搜索关键词，像结不成婚了、婚礼成婚变这样的。这个可以有啊。那你今天去了婚庆公司交定金啊？嗯，我明天把钱转给你。不用了。对了，工作我找到了。真的？是会有那边吗？胜利金服。胜利金服？周胜利你知道吧？就他的公司。周胜利啊？嗯。那不是个行业笑话吗？我跟他碰过面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有点手段。嗯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周胜利那儿跟丰盛可不一样。周胜利这个人平常做事可能有点不太合常理，但他那种敢想敢做的劲儿我还挺欣赏的。虽然这几年他公司挣了不少钱，但他还是希望把公司做得更大更强。我懂了，
他就是想用你这个金融界的精英，去帮助他的胜利金府更上一层楼，摆脱之前那种不体面的形象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挑战，虽然是有风险，可以会有希望。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全都支持你。实在不行，你还有我们呢。我知道。老婆只需要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就可以了。欢迎关老师入职胜利金服。谢谢。鼓掌。这次的婚礼呢，会在喜来登酒店最大的宴会厅举行。这是效果图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哦。还有，咱们这次婚礼的用品都是最高配置。抱歉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，你们稍等一下。叶小白啊，叶小白，我那天就是随口那么一说，你居然还真敢这么操作啊！哎，我其实之前就打听过这个酒店，一般一年以前都已经预定完了。我也没想到能够买到这个婚礼啊，还是你的主意好，在微博上联系到这个悔婚的富二代。哎，那司仪什么的怎么办？都五折转给我了，并且祝我和管一和幸福。这个婚礼物料也特别丰富，欢迎卡也做得特别好看，就把桌旗上幻灯片上的名字改了就行了。出错怎么办啊？不过呢，我倒是认识一个大闲人，说不定可以帮忙。哦，说起咱爸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衣服怎么买，就给他买了一双皮鞋，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喜欢，肯定喜欢，宝贝女儿送的，能不喜欢吗？哦，还有这个，是送给你的。送给我的？我还有礼物啊。你确定吗？这个很贵的，私房钱给你买的，你喜欢就好。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再结婚，伴娘还找，包你买。什么叫再结婚啊？去。我开玩笑的，错了吗？可喜欢。懂他爸爸疯了。当当当当，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，爸爸，我这个裙子好看吧？怎么样？好看。好看吧？跟那新娘子一模两样。别打打打打，来，赶紧过来，快帮我忙来。行啊，改的挺多的嘞。哎呦，别提了，真麻烦呢。哎，哥，你要结婚了？我之前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哎，这件事情很复杂，你来就是了，记得不要随礼啊，你随了我也给你退回去。好嘞。张金子的请柬你发了吗？我暂时没有准备要告诉他。为什么？如果他知道了，赵富成也会知道。赵富成知道了，那整个丰盛就会知道了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这不好事吗？我最近换了工作了，真不在丰盛干了。出了一些事情，也很复杂，就没有必要让一些不重要的人知道了。记得啊，不要跟别人说。阿姨，咱们这边怎么？好好好。那我就等您电话了啊。下周咱就把合同签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马上签合同，马上签。谢谢阿姨。马上搬进来啊！以后啊，你们要是需要再买房子，随时找我们。
好，找你找你，多介绍几个朋友找你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意思，阿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我给您。哎呦，这孩子嘴真甜，一定能发大财。就是，谢谢阿姨。慢走，慢走，再见啊！我等您电话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哇哦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可以。哎呀，我去！我还以为这个客户有多挑剔呢，怎么不得看个七八套房才能定下来吧？我没想到一套一套就决定了。我跟你说，但是你运气好，我之前带大姐看了五套房了，可挑剔了。真的？那我真是挺幸运的。哎，你周末干嘛？我约了三个客户，去看你之前签的那套房子，一块儿呗。我周末有事儿，我啊，有事儿。啊，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有点事儿，反正挺私人的。挺私人的，约姑娘了？啊？哎，别装了。得了得了，我不想问，不告诉我就算了。王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房间还没来得及收拾。哦，没事。但您放心，这是咱公司最大的一间房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，周老师？哎呀，引进人才，尊重人才，这是我司的基本原则。谢谢，王老师。嗯，我们想拓展一下北方市场。啊，您看您有什么想法？之前我接洽过的几个企业的生产增幅虽未达预期。但作为传统的老牌企业集群来看，还是挺有潜力的啊。那项目定了没有？没有啊，就等您拓展呢。咱们公司那前景很好的，除了北边、东边、西南、东南，全国23个省、5个自治区、4个直辖市，咱有26块处女地等您开发。主要是你这样的算法，真的。哦，对了，您呢？着急，先回去结婚，然后咱们再详聊。这个有一个叫丫丫的，谁？丫丫，微博，您回头好好看看啊。最近这个女团叫 Sunny 的，特别火，您啊关注一下，了解一下啊。我马上叫人收拾房间，新婚快乐啊！谢谢。到时候咱们这个婚礼的效果肯定比他们还要好，因为我们婚礼的预算比他们还要高出20%。啊，太漂亮了！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啊！这么好的婚礼，才花了4万块钱，哎呦，太漂亮，太棒了！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些结婚用品、桌旗啊、请柬啊，还有嘉宾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全部准备好，运到酒店了。你们可以先看一下，这是效果图。哦，真漂亮！呀，真的不错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 LZ 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他们设计自带的模板。等明天就会换成我和一赫的名字。一赫，你来看看，满意吗？满意。哦，这个漂亮。啊，这个漂亮。哎呀，明天啊，把这些名字全都给我换过来，换成 GY， 知道吗？李美玲小姐的婚礼花了40万，为此她做了很多的物料，
你要不还是从头到尾的过一下？哎呀，没时间了，交给你们吧。有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哦，漂亮！哎呀，小白太漂亮，你真能干，真的不错，谢谢你。你看看这个，哇！在我眼前慢慢融化，有点想家，有点放不下，情到深处丝丝牵挂，不知你是否能